这两个已经有答案了，我觉得应该是 B 啊，确定吗？一起来看看是否是 B， 来。而且旁边的人很坏，他们准备出来，对，以为我答错了。我跟你讲哈，你问为什么就太不应该了。对啊，老师，你不是英文老师吗？照顾叫什么？英文 in English， take care of， care， 被照顾了，被动式。然后追求自由叫什么？ free， 对啊， free， 有没有？好，下一道题目来了。好，下一道题又回到我们徐小可身上，要考他食物处理的方法。嘿，请出题。紫菜的营养价值高，不过容易受潮变软，还有一种腥味，请问哪一种方法可以去除紫菜的腥味？学妹，我跟你讲，这个不会的话直接枪毙了。为什么？为什么？太简单啦。紫菜有腥味吗？有。你做饭吗？我做。不错，那这个所以我自己打好了。自己打，确定吗？好，自己打打看。请就定位。负5000分的小可要来自己赚分数，真的要把奖金拿回来。请出题。紫菜营养价值高，不过容易受潮变软，还有腥味。请问下列哪一种方法可以去除紫菜的腥味 ？A. 冷冻。B. 泡水。C 拍打，对不对？哦，拍打，拍打。哎，你是婴儿在催吐的。D 热烘。哦。嗯。哎呦，乌黑黑的秀发等你来，你自己答了。我其实应该是冷冻。哦。因为泡水的话，那如果紫菜汤就干就。紫菜汤就直接煮紫菜汤，干嘛还要泡水？就多此一举。有道理。所以那拍打的话，像他刚才拍完之后，桌上整个都是血血，对不对？那热烘更不可能，像白痴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冷冻。好，一起来看看答案是否是冷冻的，来。白痴的动作，我竟然没有煮过饭，你都不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是热烘，老师，你知道吗？先处理的再说。处理。走。Oh no！ 我越拉越远啊！可怕！这姿势很难看的。来，请到我们前面来，正确答案是热烘。对，如果大家有到日本料理店呢？有没有看他们做这个握寿司？他会在那个他会先烤一下，会上面就是热烘一下，因为那个紫菜里面有硫化物，因为那个硫化物是要防止受潮。那你那个硫化物只要经过高温稍微弄一下，硫化物的味道就不见，就跑掉了。对，其实是硫化物的关系。好，来下一道题目，来。好，下一道题要考 Tony Chen 老师，开车懂不懂礼节？请出题。我不会开车，一定很难。在台湾，如果主人亲自开车，应该安排最重要的客人坐在哪一个位置？好，太简单了，这太简单，送分。我看这我很难。Tony Chen 却是一个喜欢接受挑战的男人。你自己上就好。我好像不太会飞机。你自己上就好。加油！跟谁打招呼啊？请出题。我超想给他一个飞机的。哎 ，Nice to see you。我真的不会开车，但是我坐车。亲自开车，应该安排最重要的客人坐在哪一个位置？主人开车吗？驾驶座后方，驾驶座后方，哦，安全。B 后座中间，后座中间，后座中间，要坐三个人才会，这太离谱了，这可不可能 ？C 后座右方，后座右方。D 驾驶座旁边，我应该这样，宪哥，我真的不会开车哦，但是我常常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客人。你如果到过台中啊 ，Tony Chen 等于是台中王啊，台中名菜。他坐车他怎么坐，你知道吗？他都一定坐最前面，有没有？然后把自己绑在那边，像劳斯莱斯。都这样子。对，因为万
一有发生车祸或什么的话，不会车子不会损害。哎，重点是主人亲自开车。哦，如果开车，开车，婷儿，人家来了，这会儿现场。所以的话是这个位置。哦，主人亲自开车是主人旁边这个位置。哦，对，为什么不是后座？像我就喜欢坐后座中间。那个是司机，您都是司机开的，没有后座，所以你是坐后座，因为我们都会带两个嘛。啊，对不对？你带了两个，当中又传动轴高起来可以跨脚嘛，对不对？确定吗？我不敢，一起来看看是否是在驾驶座旁边。一定是因为主人开车，主人开车就不必赶快对了，不必要这样制造气氛。恭喜答对！这个我就要跟大家机会教育了，这个座位非常重要。有没有看到有一种朋友，当然他是很朴实的，我们也都接受了，没事。我说哎，来，我送你去，我亲自开车，啊，然后他就坐到后座，然后我说哎，其实你可以坐到前面，我跟你聊天嘛。我已经说的这么含蓄，他跟我讲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坐后面就好。他把你当 taxi 呀？对，那我把你当计程车司机，这样，然后只好用这样跟他聊天，一边要看路，还有一个助理，旁边这里，如果这前面是司机，这是助理。啊，老板就要坐助理的后面，对啊，那旁边的客人，哎嘛，这个车的主位就在这个位置，对，这个 buyer 是坐在这里，这个车的 owner， 那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助理的朋友要搭便车，哦，中间不准坐，助理坐你腿上，他坐，错，这个朋友就要坐到助理的前面了。朋友要坐到坐前座去了，助理要坐旁边，老板坐，对，所以前座其实是最小的位置。那如果两个助理的朋友，最不重要的，有两个助理的朋友，他坐得下，老板就要坐前座了，这样才不用尴尬，我们不用跟他说久啊。那个助理的朋友是一个美女呢？对的啊，是像那个林志玲这样安排过来了。我把这题的答案呢，送给我的助理 Monkey 哈。好，下一道题目来。好，下一道题目，然后回到曲家瑞老师要考考他食物题目。出题。水煎包的外脆口感扎实，就算泡水也不易软塌。请问在制作水煎包的面团中加入哪一种东西，可以使面团的扎实度提高？什么？水煎包。等一下，哎，这对老师是太大的考验。老师学的是水煎包的外皮很扎实，就算泡水煎包也不易软塌。你会不会？答不答？你不要叫我，我会，你不要叫我，我分数那么高了，给他们了，他们还零分。我跟你讲，给建明呐，这个是王建明的兄弟，王建明。他没有，他是受过专业的废话训练，他没有什么话他不能接。给他真的。好，徐嘉瑞小姐，答不答？他分数那么高，就给他。对，没有给他。你这么爱答不是吗？就没有。你很爱答。我很诚心，我们要表现。所以今天整堂课就你最吵，你去打，你过去。过明这句话我反对。那我怎么今天这堂课就他最吵？他过去到现在每一次都最吵，没有一次不吵过。你去来，真的，陈同学，对，我答应你的，好，你一定会答。一万五千名的Tony Chen老师又要来答题了，台步了，拜托。请问在制作水煎包的面团中加入哪一种东西可以使面团的扎实度提高 ？A. 糖 ，B. 盐 ，C. 八粉 ，D. 油。我看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卖菜，我有一个概念，卖菜。我觉得我会做的，真的，我觉得。老师，那我们等一下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弄。这不是要做元宵啊？你要求救吗，老师？啊，求救！你要求救？我要问什么真心话大冒险？他想要真心话，不要讲。那你问他是不是？各位请注意，真心话大冒险是我个人提出，我想知道，你才能回答我。I don't wanna know anything about you。你看看我们托福考试卷满分呐。为什么？那你求救啊！求救嘛！好，问题。我叫第三。一二三，别的啊！好难有好报告。见鬼了！哎呀，好难有好报告！我怎么给吐了？我想要，我要过关了。我快疯了！冷静！你再高调，我们的来宾家族全部冲过去。对，没有，只要有他在，整个摄影棚都非常热闹。但收视率比较不保证。收视率偏寡了。没有，真的那个。你最近已经干掉一个人了。
谁？马国贤。哦，真的啊，我不知道。他之前得到最想转台的艺人的奖项。啊，现在该谁？由你取代了。不会啦，你让我瘦身了，怎么可能？好，那你的答案是？啊，你帮我去两个，去掉两个答案。我其实我内心我知道了。备选答案去两个。我已经知道，我跟你讲。D 盐 ，C 发粉。那根本不必的，我已经知道答案，根本不必去。其实我这是多的，您讲哪一个答案？您讲。你讲，老师，他在叫你讲哎。你要